三个月之前，生哥由阴山翻嚟，佢救咗一个无家可归嘅女仔，佢叫小慧。咁其他人知唔知佢系妖？冇人信我。 我净系想知真相啫。有我喺度，冇人敢欺负你。我只系想做你个女人，只系一次。妖嘅身上都有妖印，就好似痣一样。 原来我哋都系妖嚟啊！